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68面啊，768面第七行。第七行从当中看起，从四者根治理，知诸众生诸根上下随机施教。教育、教学最重要的是要契机切理，根呢就是根基。受教的人根性不一样，佛法里面把它分为上中下三等。上根的还有上上根人，那个是很难得的啊。像中国历史上慧能大师那样的根性，就是属于上上乘人。大乘佛法，华严、法华，都需要上上根人，才能够契入。那么上中下三根，是我们一般所说的。上根的人好教，他聪明，他有智慧，啊，他能够听得懂，啊，能够有体会，所以他慢慢的能契入境界，这是上根人。中根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，这些人他有成见，他有他的想法，有他的看法，往往啊自以为是，这就很难教了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当年示现在人间讲经教学49年，这49年主要的就是为中等根性的人啊，为他们说的。因为上根人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，下下根人也不需要，也好教啊。下下根人好像没什么知识，但是他具足了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是非常非常之可贵，就他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种人好教。啊，往往这种人的成就可以跟上根人呢平等。啊，这个中根呢是怎么比都比不上的。我们从历史上看，从现前我们这一生当中几十年呢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
跟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差了。啊，中根人，他要具备许多条件，许多条件当中最重要的条件，还是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是基本的条件。啊，不孝父母，不知道尊师重道啊，这样的人就非常难教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古人、老祖宗懂得教育，懂得教育的重要。啊，小一个人身心健康，家庭和睦，事业兴旺，这个人受的好处得利益。啊，扩大呢，他肯定能够帮助社会，帮助国家，乃至于帮助世界。啊，建功立业了，啊，这个关系太大了。于是，中国古人对于扎根教育就非常重视。啊，从理上讲，人是平等的。啊，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人心本善。啊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这个善是赞美之词，就人性是圆满的，样样圆满，没有丝毫欠缺，而且人人平等。啊，这就太善了，太好了，就这个意思。释迦牟尼佛教人啊，第一句话就告诉你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啊，你本来是佛，他本来是佛，每一个人本来都是佛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能不能成佛呢？难呐，因为你本来是佛，啊，就跟中国老祖宗的意思是一样的，人心本善。啊，人心本善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可以做圣人，你可以做贤人，因为你本善。啊，跟佛所说的，你能成佛，你本来是佛，这是一个意思。也就是说，首先，第一堂课就把我们学习的宗旨、目标告诉你。啊，你一定能做到。啊，用什么方法去做呢？那就是教育。去教育太重要了。啊，今天我们无论学佛法、学世法，都比不上古人，跟古人差距太大了。这什么原因？扎根的教育疏忽了，不是我们疏忽了，这是有历史的原因。啊，中国人把老祖宗的教诲疏忽至少有200年了，所以不能怪我们，也不能怪我们的父母，他也不知道，他也没接受到，啊，我们的祖父母没接受到，
我们的曾祖父母有没有接受是个问号，大概到我们的高祖父母才知道有这个事情，才知道有这个东西重要。重要有没有去落实也有问题。200年了，至少8代以上啊。不是一个短时间的。啊，始作俑者。啊，头一个疏忽的人，带头疏忽的人，慈禧太后啊。曾国藩生在那个时代，距离我们200年了。啊，慈禧太后执政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，对于佛法也不重视，啊，自称为老佛爷，啊，我们不看别的，看清朝，从清朝开国。一直到清朝的末年，哪一个帝王不孝顺父母、尊师重道？啊，而且都是佛门弟子，对圣贤、对佛菩萨尊重啊！啊，只有慈禧。他不尊重。清朝开国，宫廷里面的规矩是经常礼请儒释道三家的学者，以前称为高人呐，到宫廷里面讲学。啊，帝王带着嫔妃大臣听课啊！啊，这些讲义都还在收集在《四库全书》里面，你在《四库全书》可以找到当时的宫廷的讲义，讲45卷的讲义。啊，这个制度慈禧废除了。啊，慈禧当家做主不要了。啊，取而代之的，他真的是搞迷信。他服软。国家大事不能解决，请鬼神来解决。就亡国了。啊，慈禧以前这帝王不是这样的，是找一些专家学者来商量啊，来解决问题啊。啊，他迷信，他找神。啊，所以满清末后的100年是疏忽不重视了，还有人讲，大概没人去做了。清朝亡国到今年100年，这100年当中讲的人都没有了啊，所以今天社会动乱，我们居住地球灾变频繁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们把道失掉了，做人的道理失掉了啊，才会有灾难。所以人的根性是平等的，
问题就是在教古圣先贤懂得，从什么时候教呢？怀孕时候就开始教啊，这个道理一直到现在才被一些科学家发现。于是肯定中国人聪明，中国人有智慧，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就懂得胎儿怀孕在母亲肚子里头就很聪明啊，母亲的思想，母亲的行为直接影响他啊，所以中国古礼怀孕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的情绪，你的言行举止会影响胎儿，一切不善的决定不能做，不能想，哎，你所想的都是好事，都是善事，你所说的都是好话，你所做的都是好的行为，这个小孩完全接受了啊，不要以为他无知，那你就错了，完全错了啊！小孩生下来，他睁开眼睛会看，他小耳朵会听，已经在模仿，已经在学习啊！所以这一千天呢，就是他的根，这个根一定把它扎好啊！从出生到三岁，一千天。这一千天地把它教好了，他一生不会改变。古谚语有一句话说，三岁看八十，三岁扎的根，八十岁不会变，他一生都不改变，叫根深蒂固啊。啊，这真正叫善根呢、啊、谁教的？母亲教的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误会，认为过去是封建时代，啊，迷信时代，智慧没有开。啊，不承认呢，祖宗留下这个东西是好的，不是不是祸了。啊，都认为小孩三四岁他不懂事啊，他晓得什么啊？完全错估计了。啊，古代教儿女的，教得最好的，最有成就的，历史上推崇太任周文王的母亲，他们这个三代啊，周文王的祖母太姜，他的母亲太任，他自己的夫人叫太姒啊，中国人称自己的妻子叫太太，就从这儿来的啊。这三太可不得了啊，周朝有800年的命运呢，是这三个人缔造的啊，三个妇女啊，圣人呢、啊、你看教出的太公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，全都是圣人，大圣人啊！孔子一生心目当中最崇拜的、最尊敬的，就是周公啊！他一生想学周公，没有机会啊！周朝治国的
典章是周公手上完成的，就像我们现在的国家宪法一样，留下来了。十三经里面的周礼，周礼就是周朝的宪法。那是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没有能超过他的。这一部法典太好了。我不知道，我没读过，我的老师知道。方东梅先生知道。李炳南老居士知道。方老师曾经跟我讲过好几次，要我把这部书好好看几遍，我一遍都没看过，我对政治没兴趣，不想把时间用在这上面，以后学佛更不看这些东西了。方老师告诉我，这一部法典是世界之冠，他想得太周到了。如果周朝后代的子孙都能奉行这一部法典，依教奉行，就是现在中国还是周朝，方老师这个话说的是不是过分了一点？我们不敢讲，但是他是一个有真实智慧的人，他不会说瞎话。为什么周公能做出这样的法典？我们从原理原则上能体会到，文王、武王、周公没有自己，也就是从来不会有一个念头为自己想，所想的都是天下人民的疾苦，怎么帮助他解决，没有想到个人利益，就这一点就了不起啊。现在人起心动念，首先考虑自己，再想到别人就不错了。想到自己不想别人的人太多了。圣人跟我们差别在哪里呢？圣人没有自己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把别人的利益摆在第一了，自己的利益放后面。这就是圣人。日本近代出了一个圣人，稻盛和夫，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？这是搞企业的，今年也80岁了。他一生创办了两个公司，都进入世界500强。50多年来的经营，没有一年是亏损的，这就是他成功了，他年年赚钱。这么新金融风暴啊，什么什么危机啊，他都经历过，对他毫不影响。人家问他，你是怎么经营成功的？你这些理念、这些方法从哪里学来的？他告诉大家，我是从中国2000年、3000年前中国老祖宗那里学来的。跟西方人完全相违背，
西方人的这个经济概念，他们的思想，头一个是老板自己要赚钱，盈利把老板的利益摆在第一，没有考虑到别人利益。中国人自古以来，孟子说过，民为贵，君为亲。要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，自己利益放在最后，圣人呐。所以，稻盛和夫经营企业，公司赚的利益，第一个给谁呀？员工。这是从来没有过的。员工为什么？他们辛苦经营的。员工的利益放在第一。第二个利益是什么？顾客，我们是为他们服务的。自己公司利益放在最后。公司年年赚钱。他非常满意。这是从中国古圣先贤那里学到的，应用在经济，经济永远不会出问题。我们中国讲几百年的老字号它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不能把自己利益摆在第一了。这是立于永远不败之地。这个理念，这种思维用在治国，国家长治久安，千年盛世不是做不到做得到决定没有想到个人利益起心动念想别人。所以日本人承认他是圣人，经营之圣，日本人送他这个称号。老祖宗东西比外国人的强啊，这个是稻盛和夫说的不是我说的。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我们中国老祖宗东西被日本人学去了，他真干了，所以在企业界一枝独秀，在企业界永远不败。无论在哪个行业，决定成功。这是圣贤，这是佛菩萨。主要就是没有自己，完全奉献了。所以这个根。从理上讲是平等的，事上千差万别，那是语言不一样，语言要靠教育。从小就要给他扎根伦理道德因果教育。稻盛和夫出生在农村平民之家，小时候吃过很多苦难，所以他能爱人。
啊，小时候苦难的时候，有人帮助他，他感恩。想到的时候，贫穷人需要人家帮助。啊，他自己为了报恩，一生照顾贫穷的人，帮助贫穷的人，知恩报恩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根失掉了，啊，根确实是父母，最重要是母亲，母亲教出来的。啊，《弟子规》不是给小孩念的，不是给小孩背的，《弟子规》什么时候教啊？小孩一出生的时候教，到3岁，这1000天。怎么教法呢？做父母的人要把《弟子规》做出来，天天给小孩，他全学会了。啊，他没有念过，没有读过，通通学会了。啊，父母在家庭当中把《弟子规》做到活的《弟子规》，是这么教出来的。啊，父母自己做不到，小孩不会做，他不相信。所以母亲是圣人呐，儿子才是文王武王周公啊，啊，才出这么多小孩啊。啊，母亲不是圣人，就没有办法教出圣人。跟母亲的责任多大，不但对自己家庭的责任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，对全世界全人类的责任。啊，中国古人知道，现在人不知道了，没人讲了。啊，不但你没有看见，听都没听说过。那么现在这个根就很麻烦了。啊，中国文化典籍非常丰富，现在印刷术发达，保留下来了，没人读了，没人学了。啊，读的人很多，学的人很多。为什么说没有人呢？没有圣贤根性的人，他读了学不出圣贤人。为什么？不懂他的意思，依照自己的意思去解释，全解错了。这种现象很多啊。啊，望文生义，这样读书不如不读书啊！啊，这是今天我们想推动啊，传统文化，让中国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，至少要5代，我们这代看不见。啊，5代一代一代的传，沉船的人自己真干才行，才是沉船，不是真干，我读他，啊，我能讲解他，那个没有用处。啊，自己要真正做到，哪怕是一个传一个，传到下面5、6代啊，会开花结果。
啊，就像大摩祖师到中国传一个慧苦，慧苦传一个僧传，单传呐、传到慧能，这才开化了。慧能传了43个人。禅宗在中国法运就展开来了，无比的兴旺啊！6代以后，我们再看到中国文化要放出光芒，至少要5代。真有心去传，真正有这个沉船的人啊，沉船的人很不容易找。为什么？他得要依教奉行，他得要忘我，没有自私啊，没有名利才有能力沉船啊！佛法更是如此。佛法的沉船要立4相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这样条件的人，才有能力沉船如来的大法。稍稍有一点私心，就不能沉船了。沉船会变质，不像样子了。所以这种人呢，非常非常难找啊。印光大师说得好：“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。”今天去找哪一个沉浸心的人所以他的根是孝道，孝亲才会尊师，孝才有沉，尊师中道才有敬。沉浸两个字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沉船的基本条件所以知住众生，住根上下，才能够随机施教。这个知字是智慧呀，真是智慧呀，众生的根性。圣人知道，他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凡夫怎么知道？就看沉浸这两个字，他真诚恭敬，我们就要留意，就要细心观察，他是不是真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，成就他。为什么？他能够沉船。如果你细心就观察他心浮气躁，那就放弃他。他不是这个人。他所需要的交给他，他就很满意了。很难向上提升了。至于真正传法的人，那就得全心全意帮助他，成就他。正法才能够
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，认识众生的根基，这是大智慧、大学问。悟者，欲知理，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解之智理，知他众生种种要欲，各个不同。欲是欲望，欲望有两种，一种是精神上的欲望，一种是物质上的欲望。前面一句是指精神上的欲望，知一切众生种种知解之理。我们今天讲的求知的欲望，他对于事处世间一切法，他能理解。理解有人理解的浅，有人理解的深。这个要知道。为什么？理解力强的人，能够理解身法的人，跟他讲身法，跟他讲大法，他没有那么高的能力，只能知道浅显的，你就给他讲浅显的法，讲人天法，讲小乘法，他能接受，他能理解。讲大乘法，他就迷惑了，他想不通了，那就不要讲。人如果能够有这一方面的爱好，他对于物质的欲望一定很淡薄，他在精神方面他得到快乐。古人谚语有所谓：“士味哪有乏味浓？”士味就是物质欲望，乏味是精神的欲望。物质里面的乐绝对比不上精神，但是精神上的那种乐的时候，是一般世间人他不能够理解的，他享受不到的。他只知道物欲，而不知道比物欲强的那是世间，处世间那更不必说了。论语里面所说的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，那个乐是喜悦，那是世间真正做学问的那种喜悦，物质不能跟他比。孔子一生是平民，做官的时间很短，做卢斯寇只有三个月就被人挤下来了，家庭生活并不富裕，勉强能过得去。学生当中物质生活最艰难的是颜回，而颜回是孔子第一弟子，
最爱护的弟子，最喜欢的弟子，为什么？悟性高。啊，孔子讲学，别的同学没听懂，他听懂了。啊，可是颜回的生活，但是飘逸，居陋巷，这是一般人都没有办法承受的，太苦了。可以说跟乞丐做邻居了，物质生活那么贫乏，可是父子学生有三千人呐，三千弟子当中最快乐的是颜回。他落什么？他落的是道啊！老师讲的东西他听得懂啊，他真有受用啊。大乘教里面讲常生欢喜心，不亦乐乎啊。颜回真得到了啊，他对物质生活满不在乎啊。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过的什么生活？其实我们中国人家讨饭的，释迦牟尼佛过这个生活，过一辈子，不是短期啊！啊，每一天出去徒步，徒步就是划一碗饭吃，不接受别的供养，不要钱。啊，而且接受你的也不需要你特别的做，你们家里吃剩下来给他。啊，一生过这个生活，快乐没有任何人能跟他相比。啊，无忧无虑，也没有房子，居无定所，树下一宿，今天住这里，明天住那里，啊，一生过着油画的生活，他真快乐，啊，他不要寺庙，啊，佛如果想要个寺庙，他的在家弟子当中有16个大国王，每一个人都可以送个大寺庙给他，不要啊！为什么不要？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有寺庙就有人争财产，就给你带来了麻烦。那没有，大家就不争了，心都在道上了。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就能把人无世界烦恼习气贪嗔痴慢勾引出来了。这一点真高明了，不要啊！啊，当时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，有大富大贵的人，家里有别墅、有花园，请释迦牟尼佛到那去住几天讲经，他也可以，他很随缘啊。所以在七书记古都也，在竹林经室讲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讲完之后物归原主。他不要啊，他又走了，又去过他游牧生活了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，他只要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。所有权是你的，啊，我借用，我不用了，还给你。这是正确的。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确确实实
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啊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了，这里头有乐趣了，这就无比的快乐。啊，不是世间人能想得到的。啊，有这样秩序的，那就好好在世法佛法里头去栽培他，去成就他。啊，这是第一类。第二类呢，知他众生，种种欲乐啊，乐欲，各个不同。这是指世间人，世间人他们的爱好，他们的兴趣，个个不相同啊！佛菩萨都知道。而且怎么样呢？而且帮助你，满足你的欲望。啊，世间人爱财，有财富就快乐，没有财富就痛苦。这世间人呢，那佛就教你发财之道。啊，是不是真的？真的，一点不假。啊，你要聪明智慧，你要健康长寿，佛通通都可以帮助你得到。啊，你在这上有欲望，你不知，你只希望果报，你不知道因，所以你得不到。如果你的方法不正确，思想不正确，你得到的果报啊，你不能享受。为什么？你没这个福报啊！得到福报不是生病，就是灾祸啊！所以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。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佛给我们讲了，你到人间来，业力来的。你的业力是两种啊，你要知道啊，一种是引业，引导你到人道来投胎啊，这是引业，引导的，引导的是什么？是无界。中国老祖宗教诲里面叫无常，仁义礼智信，这五个字，在佛法里面呢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无戒。啊，这个能做好了，你就会到人道来，他带着你到人道来。啊，体验到是上品是善。比人的德行高啊，引导你去那个地方啊。我们只要得人生，我们这个一方这个业大家是共同的，我们都得人生了。得到人生之后，贫富贵贱不一样，这是第二个业。第二个业是什么？叫满业，圆满的满。满业不一样啊！啊，所以虽得人生呢，贫贱富贵不相同啊！啊，贵贱贫富不一样，贵是有地位，富是拥有财富，
啊，见识没有地位，平时没有财富，不一样。啊，这个东西从哪里来呢？佛教导我们，布施啊，持戒、忍辱啊，修这些东西，这是修满意。啊，财富从哪来的？财富从财布施来的。你要想求发财，你多财布施，越施越多。真的，一点没错。啊，今天你得大财富，是你过去生中修的大布施啊，有因有果。你过去生中没有修财布施，这一生到哪里找财？啊，同样做生意，他赚钱你血本，为什么？他命里头有，过去才曾经修财布施，命里有财，你命里头没有财。啊，跟他做同样的事情，他发你发不了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啊，是你过去生中所造作的，决定你这一生中。啊，佛家有一句偈子说得好，欲知前世因，我要晓得我前世做了些什么因，今生受这事，我这一生享受的就是。果报吗？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那于之来世果呢？今生做这事，我想我来世会怎么样？我这一生所作所为，就注定来生的命运。这是有凭有据啊，绝不是随便说出来的，完全是事实真相。啊，不义之财决定不能有。像这个稻盛和夫，真的他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人。啊，他们的公司获得很大的这个财富啊！啊，银行人来劝他，叫他把这个钱拿来投资，啊，投资房地产，可以赚大钱，而且很快。他告诉银行，这是投机事业，我没有。受过这个辛苦，我不应该得这个利益，这个利益得到了不是好事情啊！所以不义之财呀，他不要，不是我劳力赚得来的，我决定不要啊！所以10年之后，经济泡沫起来了，人家向银行借款去买房子的啊，连还债都不够，最后自己倾家荡产，破产的人很多，他没死。所以人家就问他，你是不是有先见之明啊，知道这个事业到后面会出问题的。他回答说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我只是规规矩矩做人，凭着良心做事啊，这种暴发户的这种财富我不敢要。啊，我要的踏踏实实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教的，外国人叫你搞一套把戏，中国人
不愿意做这个事情。啊，所以越是越多。啊，我学佛这60年，老师教我的。啊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，真的是贫贱。过去生中，财布施，无一布施没修。啊，大概只修了一点法布施。啊，因为前一辈这些大德们讲这些东西，我都能听得懂。我听得津津有味，啊！我命中没有财，没有寿命，所以老师要把这个东西给我补出来，啊！教我修财布施，修无为布施，三种布施都要修。啊，财布施没有钱呢。我吃饭都成问题，哼，哪有财布施啊？老师问我，一毛钱有没有？我说一毛钱可以，一块钱也行，也很勉强，啊，可以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布施，长存布施的心，遇到缘你就做，啊，不能疏忽，认真去干。真有效。3年，我的经济生活就宽松了。啊，宽松了不能停，永远记住，不是。啊，真的愈施愈多。啊，多到现在。我们不要钱，但是有一桩事叫心想事成。我想做一桩事情，需要多少钱，他钱就来了。那从哪里来的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60年了，从来没有在经济上遇到过困难。真的是需要多少，他就有人送来。啊，无一布施我认真做，啊，无一布施过去我就做两桩事情，一个是放生，一个是布施医药，啊，贫苦生病没有钱买医药费的，要帮助他，啊，这个事情是60年没间断。啊，得的果报是什么？健康长寿啊！啊，我不能生病，什么原因呢？医药费都布施掉了，我没有医药费。啊，人家有什么这个医药保险说我不搞这个，搞这个什么一定要生病。你的医药费攒那么多，你不生病怎么花呢？那肯定生病嘛。我把它通通布施掉了，我就不生病了。啊，生病没有医药费。要懂得了，这个做法是正确的。啊，我住在澳洲，现在对澳洲布施医药，每一年澳币20万了。现在澳币比美金还值钱呢。啊，我10万块钱是给这个医院，专门帮助贫苦、付不出医药费的，用我的钱。啊，我每年给他10万块钱，另外10万块钱是个
临终关怀中心，基督教办的，办得很好。啊，人到临命终时，病重了，医院不能治疗了，送到他那里。啊，在他那个地方求往生，他很好，他不分宗教，他都照顾。啊，基督教办的，啊，我们佛教用佛教的仪式，他都帮助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所以我看到非常欢喜。啊，他是经费困难，我一个月给他10000块钱，哦，这两个地方总共24万，每个月一个月10000，啊，不是医药啊，啊，这个基督教心胸很大了，临终无论用什么宗教仪式，他都会协助你，都不障碍。啊，确实真正做的是人道主义啊。啊，临终是关键的时刻，临终走的时候心情好，不多我道。啊，如果临终还有贪嗔痴慢，就散脱去了。啊，临终关怀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关系他底下一生的幸福啊，所以要教他正当的方法，叫佛慈悲，不障碍你，你想发财帮助你发财，他正当的啊，绝对不是损人利己啊，这个决定不可以，这是造孽啊，不正当的手段所得到的财富后果很苦啊，多半都是到地狱啊，非法夺取别人的财物，来生还要还呢，要还债呀，是欠命的要还命，欠债要还钱啊，不但要还，还得加利息。你说你何苦来呢？啊，一定要用正当的方法。啊，佛教给我们是正法。啊，这三种布施：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。这个叫满业，你要知道，你要认真去做啊，对你一定的好处。所以佛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真的是过得其所啊，你想做佛帮助你成佛，想做菩萨帮助你当菩萨，想做个贵人帮助你得贵人，想做个富人帮助你得富人，完全是正法。只有在正法里面把你的境界提升，只有大乘佛法可以做得到六者戒之理，乃至种种戒之理，与世间众生种种境界不同，而如是普智啊，啊，戒是分别，是戒心
啊，我们世俗界在早年应该在50年前，抗战时期很盛行，抗战时期60年前啊，人与人见面的时候都会问你啊，初次见面你在哪一届服务啊？现在这个名词很少了啊，以前问哪一届啊，你是在政界、军界、商界啊、工界啊，这指的是这些啊，做老师的在学界教书啊，你在哪个界哪一界服务？这个界之力啊，知道众生种种境界不同，你喜欢在哪一界啊？像现在大学里头，它不叫界，它叫科系。啊，许许多多的科系不同啊！啊，你学想学商的，你去读商学系；啊，你学科学想学学这个科学的，啊，它里头又分很多学系。喜欢哪一类的，你就想将来一生。在这一个行业，这一门学科里面做出贡献，啊，学佛也是一界，这个界叫宗教界，宗教界里头很多不同的宗教，啊，你是在哪一个宗教？啊，那么现在大学里面有宗教学系，啊，有专门研究这个的，啊，这是属于学术，一般归在哲学里面，啊，学习的人不多。这些不能不知道，为什么？知道之后，你在教学上就有很多方便。你知道，不同的境界，有不同的教学方法，原理原则不变，方法千变万化。能够适应，叫各行各业。所以很多人以为学佛只是讲了生死出三界，那是终极的目标。人不能不死，这共同目标。啊，死的时候怎么办？啊，那是最后的。没有死之前，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管不管呢？管，通管，从你出生到老死全管。所以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，他教你啊。啊，昨天我们有个同学，他的儿子在美国读书，学什么？学电影。那他喜欢呢？喜欢这个行业啊，佛教不教呢？教啊，电影艺术，如果这个艺术的内容里面是孝悌忠信，
是善恶报应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对于社会是正面的教学，功德无量。那在行菩萨道啊，如果你派的这些骗子都是杀盗淫妄，都是引导人不正常的这些思想观念，那你就造业，你教人学坏呀，这关系太大了。那这个东西不是不好啊，电影是个中立的啊，问题是内容，内容是正面的是佛菩萨，内容是负面的那就妖魔鬼怪。啊，负面的，将来你到哪里去？你到地狱去，你害多少人啊？正面的说，将来你到极乐世界去，你成佛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个坏事情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60年前。我在台湾，台湾还没有彩色电视，黑白的。啊，那个时候，方老师就告诉我，指着电视说：“说这个工具是好东西，如果用错了，用在负面上，它会害国家、害民族、害尽天下人。”啊，如果用在圣贤教育，用在佛法上，它可以救无量众生。啊，60年前老师提醒我，我们那个时候对这个没有概念，啊，不敢想，为什么花钱那么多，我们哪有呢？哪有这种能力呀？啊，所以老师尽管讲了好几遍的时候，我们印象都没有，不敢想象啊！啊，没有想到60年之后啊，我们也就用上了。啊，不止就是40年之后，我们就用上了。我们用网络有20年了，用卫星呢9年。啊，我们是03年元旦，啊，卫星传播，现在我们有6颗卫星，全世界都能收到。啊，这个就是张家大师讲，越施越多吗？那你肯布施吗？那不肯布施就没办法了，越施越多，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就要这些工具。啊，这些工具我们在这里讲解，全世界的人在电视机面前我们都能看到，都能够在一起学习。啊，所以四永远没有是非善恶，一切事就看你用心。你用心善，事事都是好事，没有一样不是好事。你用心不善，没有一样是好事。那用心从哪个地方分别呢？利他，绝对不要告自利。为什么不要告自利？根本没有自己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了。啊，现在跟我们同学说没有自己，他不会反对了。啊，确实没有自己。啊，无我相，
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绝对正确。四相破了，小乘你才证得虚陀洹果，大乘呢，你才证得初信位的菩萨。啊，他们我相没有了，那我有没有？我有。什么是我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是我。这大乘菩萨，啊，为什么？大乘教理给我们讲清楚了，自性是我啊，法性是我啊，虚空法界，万事万物都是自性变出来的。他怎么不生活呢？这个很难懂，不容易体会。所以佛在经上常常用梦幻泡影做比喻，做梦大家都有这个经验。你说在梦中，梦中有我啊，还是自私自利啊？梦中一下觉悟了。哎，梦中的我是我自性变现，梦中其他的人也是自性变现，梦中山河大地、虚空法界全是自性变现的，整个梦境是我，这才是对的呀，这就没有错误啊！啊，整个梦境是我，你不承认，只是承认梦中那个人是我，你错了啊！所以有真我，不是没有我。啊，这是假我，也是真我里头的一份子。啊，好像整个人生是我，我是身体上一个细胞，是身上一根汗毛，它也没有离开我。啊，你不能把它误会啊。所以，认识真我之后，自私自利没有了，大慈悲心生出来了。啊，知道什么？整个全身是我，全身每一根毛细孔都爱他，每一个细胞都爱他，没有分别了。啊，这是大我啊！啊，这是大乘经的精华，大乘经的精髓。所以，不同的法界。这个界最大的是法界，是法界。啊，小到我们身体，每个细胞跟每个细胞都有界限。啊，这讲到小的，从事上讲，社会上各行各业，学校里各个不同科系，都是。属于这一条的范围啊，都要明了，都要清楚。教化众生才契机。下面第七，智处智理，知一切道智处相，知所修何教道品？得何谓之治理？如五戒十善之人天，后头举一个例子。智处是说，我们用因果来讲也行。你种的是什么因，你将来会得什么样的果，清清楚楚。明明白白啊，你修的是什么道，你将来会到哪里去啊？佛有这个能力
修因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起心动念呢？起心动念呢？微乎其微也。有时候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，粗的念头知道，细念不知道啊。但是再微细的念头，它起作用，它不是不起作用。在大乘佛法里面，整个宇宙啊，宇宙的全体，佛经的术语叫遍法界虚空界。确确实实，它像一个密密麻麻的电网一样，肉眼看不见的，像一个网。而这个网感触非常灵敏，啊，我们有心无心动一个念头，信息就从这个网上发出去了，整个宇宙都知道。啊，念头是信息，那物质，我们这个肉体是物质。现在我们知道，物质是波动的现象，它要不动了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，所以物质是假的。那物质之存在要靠波动，波动的频率非常之快，啊，比光的速度快多了。光的速度从太阳到地球8分钟，这个距离在太空当中很短。那你就晓得，我们起心动念跟我们这物质现象的波动，它的频率只要一动，整个法界全知道。这个速度多大，叫周边法界啊。实际上说起来，我们跟任何人任何现象啊，物质现象、信息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都是集合，都通的。我们身体是个发射台，这个发射从来没有间断。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一样在发射，不但是个发射台，也是个接收台，变法界、虚空界的信息，我们通通收得到。啊，只是我们今天机器有了的故障，虽然收到了，收到了没有感觉到，不是没收到。啊，譬如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，我们有没有收到？收到了。收到没听到，就好像收音机一样有故障，他真收到了，有故障他发不出声音出来，坏了。啊，怎么会坏了？因为你有三种障碍，他就坏掉了。第一种障碍叫无明烦恼，第二种障碍叫尘沙烦恼，第三种障碍叫见思烦恼。你的烦恼太多了，不灵了，不灵光了。
那随着微细的，你收不到了。如果你把障碍不要统统去掉，去掉一层，把见思烦恼去掉了，你就听到阿弥陀佛的声音。只要我们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了，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《金刚经》上半部就是四相，放下了，没有了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了，你就能收到宇宙之间许许多多的信息。那我们自己的信息也可以发给他，他是一体呀。这一体没有大小，没有距离，没有先后。这些现代科学家都承认了。时间跟空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发射出去这些频率极快，虽然极快，里头还有快慢不一样。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频率是1600兆，这是一个标准的频率。有没有比这快的？有。有没有比慢的？也有。这是个标准的。标准的频率，一秒钟1600兆。频率慢的就变成固体，很硬，坚硬的东西。频率稍微快一点呢，就变成液体，像我皮肤、血液这一类的。更快的呢，就变成电磁波，变成光波。但是距离标准都不会太远。这是宇宙的真相啊！这个真相被近代20年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你看2-3百年来研究科学，通通是物质、物理学、太空物理学、量子物理学，全都是搞物理。现在把方向拉到心理上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发现物质现象是意念变现出来的。意念是精神现象。那换句话说，先有精神现象，后有物质现象。所以科学家近代才转移方向，研究心理，研究信息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转变。这一个学说，如果在地球上盛行了，我们地球会要改头换面了。为什么呢？意念可以改变物质，像地球上这些灾难，用意念可以把它统统化解。为什么？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。
所以物质现象出了问题，意念可以帮助它调整。啊，那么地球要升级了。地球现在是六道里头的，是一个很染污严重的环境啊。如果大家都知道意念是真的啊，超过物质现象，我们可以把地球改变成四圣法界，把它变成净土。心净则土净嘛，啊，就把地球升格了，从秽土升为净土了，啊，从凡夫升为升格为圣人了，啊，升到阿罗汉就行了，地球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发现太伟大了，佛家讲的是无量功德。那么你修什么道品，你得什么样的地位？基督教是不是真的？真的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有没有天堂？有。你修基督教的认真修学，一定可以到天堂。记住一句话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心里天天想天堂，天堂就出现了。我天天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出现了。你想什么，它就变现什么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佛说出这个原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。你不想就没有了，想也不间断，常常想的。我初出家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出家人，他大我5岁，从小在大陆上出家，抗战之后他被军队抓去当兵去了，啊，他很不甘心，但出家人会剃头，所以他在他们那个连里头就当剃头兵，也很受优待，念念总想出家，没法子，年轻啊，他就天天想心脏病，我要有心脏病不就可以退了吗？好像想了2年真得心脏病了，去检查真的，他就这样退下来，又回队了，又去出家了，但是这个心脏病就拖害了他一生，他再不能恢复原。啊，你看那个时候专心想就想成了。啊，他想成之后，他就没有再专心去想，我心脏病好了，我没有心脏病。如果这样想的话，我想3年功夫，他就又恢复正常了。啊，可惜他没有去想，他得天天去买药物来治疗，这就错了。这个大道理没有懂透彻啊！一切法从心向生啊，你自己做得了主宰啊！啊，今天灾难这么多，啊，用佛法确实可以对治。啊，美国一个科学家对治的方法跟佛法讲的一样。啊，去年8月，啊，有几位科学家
在澳洲悉尼开会。啊，他们的会议两天，也要了我没去。啊，因为在澳洲嘛，我们学院在澳洲，学院派了8个同学去参加。啊，会后他们写一份报告给我看，我看了很满意。啊，第一天的会议是近代量子物理学家他们发现的研究报告，内容跟佛法讲的越来越接近了。啊，讲物质现象、信息跟能量，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名字不一样。啊，大乘佛法里面的物质现象，阿赖耶的境界相是物质，信息呢是阿赖耶的转向，能量呢是阿赖耶的业相，名词用的不一样，事实完全一样。这个难得了，居然呢他能发现阿赖耶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说，用思维，用第六意识，啊，用思维，用分别心。对外，他能够语言整个宇宙；对内呢，他可以语言到阿赖耶，这就是他达到极限了。他能不能再提升呢？不能了。再提升的时候，顶多他还会发现什么呢？信息从哪来的？从能量来的。能量从哪来，他就不知道。他到极限啊！宏观宇宙里面，他们的报告是最新的科学仪器望远镜，能够看到宇宙的边缘，但是实际上只看到宇宙的十分之一，还有90%的宇宙不见了。这个我们一听就懂了，啊，90%的宇宙到哪里去了？回归长极光了。我们晓得，他不晓得，他不知道一个长极光，他不知道自信。啊，长极光要自信怎么证得？不能用思考，思考是妄心。啊，妄心只能圆到妄心所圆的境界，圆不到真心。长极光是真心，啊，自信是真心，圆不到。自信要怎样才见到呢？大乘经上佛说，为正方知，你正得之后，你清楚，你完全了解了。怎么正得？要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科学家这三样东西放不下，这三样东西放不下，他就受了这个极限了。那他现在研究的时候已经到极限了，啊，还能稍稍进步一点，就是信息从哪来？从能量来的。可能他会发现，能量从哪，他绝对不知道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科学报告啊，我们心里很喜欢呐。啊，20年、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佛教是什么？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。嗯，它换一件外衣了，不是宗教的外衣。啊，它是高等哲学、高等科学。
啊，确实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真正修行没有别的，修行确实只是放下。你能放下，你才开智慧。啊，见思烦恼放下了，六道没有了，六道是一场梦啊，就梦醒了，六道不见了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确实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六道不见了，梦醒了，醒了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四圣法界。啊，那是净土，不是秽土了。啊，你看到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你看到这些。但是这还是个梦，还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们虽然没有执着，他有分别，他还有起心动念。啊，分别起心动念再放下了，他就这个梦又醒了。啊，十法界没有了，我们留的梦中之梦。啊，醒来之后，境界是什么？一真法界现前。所谓一真，那个境界里的永恒不变。为什么不变？大乘教上讲得很清楚，宇宙万事万物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一真法界里头没有识了，就是说他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因此他什么都不变。啊，人永远年轻，不会衰老，真的是无量寿。啊，永远不会生病。啊，也永远不需要饮食，不需要睡眠。不变，没有变化的境界了。啊，你看到树木常青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。啊，一树叶不会落下来，不会掉下来，就永远不变的境界出现了。啊，所以叫一真呢。这个真跟假就是会变跟不会变，不变就是真的。会变就是假的，设法界都会变，那个境界不变，其实那个境界也是虚幻的。它怎么形成的？是无始无明习气形成的。无始无明习气要断根，断干净了，它就没有了。那就是什么？90%的宇宙不见了。他回归自信了，啊，净土宗讲回归常寂光了。回归常寂光，你看不见了，你找不到了，啊，因为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，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你到哪里去找它？啊，自信在哪里？常寂光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它是一切法的本体，哲学里头所说的本体。啊，没有它，什么物质不会发现？它是万事万物的根源。啊，所以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啊，我们的六根圆不到它，它不是物质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
圆不到。啊，眼耳鼻舌身所能圆的都是物质现象。第六意识是思想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你想不到。第六意识圆不到。啊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阿赖耶圆不到。但是他能变现出阿赖耶，能变现出能量信息物质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但是他能变现。啊，这个东西只有佛找到啊，除佛之外没人找到。啊，这才把问题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修什么、学什么，你别在人间，你对于财神、名食睡都贪爱。啊，热爱这些东西，贪求无厌，佛知道你将来到哪去，到恶鬼道去，你还用的是正当的方法。你的智处就去处是恶鬼，恶鬼是贪心变现出来的心境啊，嗔恚到地狱，也就是地狱是嗔恚变现出来的心境，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有这个念头，现象就现，你就看到就现前；没有这个念头，它就没有。啊，你喜欢五戒，喜欢仁义礼智信，仁这一道就出现了，你就会在人道里头。啊，你在人道里头有富有贵，啊，如果这个德行再向上提升一等，比人间福报更大。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，你就到天上去了，就享天福去了。啊，你用的是什么心？啊，起心动念，你的言语，你的行为，佛知道你来生在哪一道。啊，这就是一因果报啊，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你一定要晓得，你到哪一道去，没有人主宰。啊，这个事情与佛菩萨不相干，与鬼神不相干，与上帝也不相干，是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变现出来的。啊，真正说穿了，一句话，都是自作自受。你到极乐世界做佛是自作自受，我行菩萨道。啊，六道里面的时候，善三道。我三道啊，善是不贪不嗔不痴，你在三道，你如果有贪有嗔有痴，你也三恶道。
欲知畜生道，啊，贪婪魔鬼道，嗔恚地狱道，这都跟你讲粗相啊，粗枝大叶，细说太危险了。啊，我们不论是有意无意起心动念，都周边法界，不但周边法界，畜生无尽，会出事情。啊，这个事情可能不在我们地球上，在别的星球上出事情，我们有个念头，一个善念对那里有帮助，一个恶念对那个地方有破坏，自己不晓得。啊，像中医治病，中医跟西医不一样，中医的理论深，啊，你内里面有病了，五脏有病了，你的痛点在身外某个地方就不舒服了，其实问题不是咋的，问题是里面有病。啊，确实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我们有个正确的念头，啊，一定他方世界感应到的，他那里得路。一个不善的念头呢，会有一个地方会有灾难。啊，于是我们居住在这个地球上，所有一切这一些有意无意起的这些念头，要小心，要谨慎。啊，我们知道实际状况之后啊，才晓得无意当中造的业太多太多，自己不晓得。啊，如果不深入经藏，哪里晓得这些事情啊？啊，真正明白之后啊，一定要记住那一句名号：阿弥陀佛，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